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有一个简单的特摩罗练习哈，基本上咱常常咧想特摩罗爱动啊，足慢的足紧的，安怎安怎，其实平均才是重点哈。对你来讲，咱手咧接触的时候，古早时有足侪手的姿势啦、角度啦，其实特摩罗原则上要好听，从头啊咧触弦吼，咧摸着线。端到迄个时阵，手上好是较平一挂吼，拢平均安尼，吼，为正面那个端过，像安尼吼。而且旋律爱比低音的嘣嘣嘣嘣，迄分散和弦吼，咧比较搁较清楚。讲干啦，低音就大声的，啊，高音。哦，散散啦，也是像细声。OK， 这个练习呢，哦，咱面顶这个谱其实最简单的啦，吼，可以讲先找一个你枕头较适合的所在。我是建议伫咧第五格，吼，甚至第七格、第六格，吼，去在你吼，啊，手若放到零了，会当走去第一格。OK， 为第五个开始，啊，那当然练习的时阵，有的人较感觉讲啊，第一弦较好弹，因为这边空空，啊，无物件你枕头啊乌白弹吼，拢袂碰着别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其实要练习控制你的枕头啊，上好是点第二弦，哦，像安尼，啊，第一弦。你看，我白弹嘛，弹这边空空嘛，袂弹就不条线。吼、哦，啊，要让大家看较清楚的，所以我即马先弹第一线，啊、哦，第二甲第一，啊，这个低音吼，伊的伴奏是一个凶个，人常来讲活指练习 （fingering） 的练习。好无？一两三四。OK， 但是因为咱这段的时阵，观音啊，枕头啊，用着别支枕头啊，所以一届到时剩三支通个叮当尔。我先找一届指法，大家看哈。用简单的，用简单的，先卖个大用诶 ，tremolo。三三，安尼可以当接过。要甲枕头啊哈，练腹腔的吼，这扩张这练习哈，你个会当安尼。同款的意思 ，OK， 好，阿姐妈，正式啊，弹一届。Yeah.